是洛阳。好恶心哦！我要抽我2020年的第一张，怎么飞是？好奇的我，你来加入我吧。那我们变成了一个访谈节目。天哪！我的宝贝掉到了地上。好的，现在 F 班的橘猫也要让这个是几班 ？C 班、D 班的上官喜爱陪我拆地吗？我想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只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可能是黑色墨吧。好，所以它就长这样是吗？它就是长这样，就是热带的鸟类吧。然后，其他的我想抽到这只小黄鸡，因为我属鸡，或者是抽到孔雀，但是我觉得这只绝对不是孔雀。让我现在先来猜一下它是什么。小猫头鹰也挺好，但是红色这只，都挺好看的。在店里不能捏，但是在这里我就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怎么捏？就是感觉它。那我现在看看有什么。这 secret 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一个隐藏，就是它每一期它不会让你看，对，每一期都有一个隐藏。万一我这个是隐藏的话，那就太炸了。2020的第一只，那快点！我要对比一下重量。What？ 拿来了，这只是刚才那只。这两只的话，我们的朋友来了。这两只还比那只重一点，所以那只绝对是小的。是吗？绝对是小的。还可以掂重量，来摸摸。点点，快来看我的朋友们，你们快过来！老王，嗨！刚刚到这个位置，没事，美，这个是。那我要那个坐你们两个中间。你凭什么坐？哦，你看这个 A 班的孩子，粉色。那个。你自己拆吧。我要掂量重量，他得先摸盲人摸象。要怎么掂？我想掂。你来掂掂吧。我都已经分不清哪只是我刚才的第一只了。好像是这只。这个贴上来，这个肯定是在大是个大大大大，而且这个感觉很重。我掂一掂，那个是贴上的，这两个肯定是比那个大。什么叫贴上的？就是晃动。我猜这个可能是地球人。别猜了，尺寸滑掉。我猜那个，你好，我猜那个可能是那个紫色的，这只最大。我来拆这只最大的。好，现在开始。第一只。着急死我了！是，真的是鸡，真的墨鸡。它是白色的，不是小红鸡，但是也差不多。它就是鸡，有黄色的。是第一只，这是我2020第一只。好可爱呀！这太可爱了吧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就是这个的乐趣，你给我拿出来，有人把它迷走。太可爱了吧！你拆它，你一会儿再欣赏再求你了。这个没刚才那么重，这个轻，让我来猜猜。猫头鹰，我觉得这个蘑菇，蘑菇什么蘑菇？这长得不是蘑菇，这是啥？不是，我想知道这是什么。老王说它是蘑菇，我说它是蘑菇。这个会轻一点，我觉得这个是小家雀。这个有可能是鹦鹉，或者是只有。这个系列真的都差不多重，你看都没有什么道具，只有孔雀。让我们猜一下那个橘木瑶，它多久能打开这个？你们猜一下，猫头鹰，蘑菇，不是，让它摸一下。它就是猫头鹰，不是猫头鹰，蘑菇，就是蘑菇那一类的，就是圆头圆脑块。我就跟你说是蘑菇，圆脑，不信我呀？你看，猫头鹰，老鹰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它的座儿。老鹰抓小鸡，所以老鹰抓小鸽子。你撕它吧，你撕它吧。我怎么抽到的都是白色呢？今天啊，好好看，好看。哇，这个老鹰太好看了，你们看它背后，太好看了。好看啊，这个有点高啊。这个有可能是小鸡，我觉得这个有可能是小鸡。这是孔雀。我就看你啥时候能打。我那天给你看了一个那个。我绝对猜这只是小鸡。那你如果要是集齐了这些，你怎么办？你很开心吗？我不会集齐，它每个系列我都不集齐。对，而且每个系列会不停的出新的系列，所以你集齐。小鸡，那你非常有钱。那它万一要是中，那如果我非常有钱的话，我要多少钱买呀？重复可以卖掉呀。不知道，因为买不起。买重复你可以卖。有很多真就绝版珍藏版，但是是不是很多情况里都会重复的？对，是一只这个，这个是布谷吗？这个就是蘑菇，真的有一只蘑菇，老王你说对了。真的，有一只小猫，
墨迹的我头有点晕，现在你别说话了吧，我跟你说就刚才拍的那些最多能剪出三分钟。为什么？因为就拆然后快进，他们不喜欢看那种一直啰嗦的，就是拆点重点的。那你干嘛不挑重点的录呢？因为有的话就是该说不该说的就让它顺其自然。你这是墨迹还在找你、okay. 你们哎，这个好好看啊，那双泥塑人。哦，我有两个要拿到食堂去拆。那岂不是就是比如说你买这个盲盒，就是比如说你买抽了一个，然后抽了一个，你很有可能你下一个抽的对啊，对啊，就是很有可能。那我就买过五个，有三个重样的。那你就已经拆开了怎么办呢？就是卖你的。对，你可以卖掉啊，但是卖不贵。对，低价当然。除非是那种限量的，正常版的话就可以卖一两千一只都有。对吧，阿里。这是怎么？我们待会去食堂拍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。我们等老王怼一个大脸，记得真的拍下来，是吧？哇，这个相机，买你，买它，买你，绝对出去就买。